呢一度佢哋真係以學生為本，由好細個開始，佢就喺度自己去探求一啲知識，揾辦法去揾到答案。嗰、那個 problem solving 唔係淨係追求一個 grade， 係追求佢哋自己點樣去學習佢哋中意嘅嘢。再不是局限於坐在個台那裡跟著聽老師授教，而是他們會一起在那裡想一些東西，然後他們所創造的東西不是天馬行空，不是沒有根據，而是他們會在隔離的圖書館那裡搜集資料，而幫他們去創造一些東西。我覺得這一樣東西對他們將來做一些專題啊、project， 即這一個已經開始由細細個開始培養，這個是很重要的。 Learn as low as you need, but can go as fast as you can， 俾佢哋自己有嘅 potential 去做翻佢哋自己可以做到嘅嘢，我相信係 Bloom 好唔同嘅地方。